好，欢迎收看行家论股，我是黄宝馨。成功食品跟韩国的法式烘焙品牌巴黎贝甜 Paris Baguette 签署联营协议，放眼首家连锁店在今年底开业。联昌国际投行研究正面看待这项进展，因为成功食品可扩展旗下的品牌组合来开拓额外的营收来源。但由于缺乏合作的详情，行家暂时维持盈利预测，并且相信在短期内巴黎贝甜的贡献并不大。巴黎贝甜是主打优质和健康的品牌，主要吸引上流的消费者，分店通常都位于黄金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，因此产品的定价一般都比本地同行高出10%到20%。另外，巴黎贝甜的母公司 SPC 集团已经宣布将投资1.3亿令吉在柔佛建设首家清真面包厂，预计明年中可投入运作。行家维持增持评级和5令吉50仙的目标价，